我们将从这里开始，拯救埃拉西亚，解救我的子民于水火之中。是的，女王陛下，但是敌人非常强大，我们也需要招募更多的军队，去祭坛中碰碰运气吧，钻石可以招募到更好的兵团，这次是免费的哟。点击世界去开启新的冒险吧，点击目的地，女王就会移动到这里，点击战斗，试试刚招募到的兵团威力如何吧。选择一个兵团吧，点击这件装备，点击进阶，再试一次，做得很好，尝试把剩下的都搜光。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，就在这里，这棵会说话的大树有不少宝石呢，去碰碰运气吧。好了，宝石还剩下最后一个啦，去看看刚刚努力的，现在可以进阶这个兵团了。来一场新的战斗，体验一下兵团进阶。女王陛下，前方发现一座城堡，挡住了出海口。没有人能阻止我返回艾拉西亚，攻下这座城堡，扫平前进的道路吧。谨遵您的命令，女王陛下。攻下这座城堡，前往新大陆吧，去让这里的守军得到教训吧。时间紧迫，立刻去准备出海的船只，不用理会这些逃走的士兵。谨遵您的命令，女王陛下。攒到足够多的星星，就可以开启宝箱哦。我们去强化下一个兵团吧。枪兵兵团已准备就绪，将他们编入战，把他们召唤出来吧。这里有一些经验药水哦。使用药水就可以获得兵团经验，新加入的兵团需要升级才能更强大。点击这里，点击兵团卡牌，点击升级，把刚刚得到的经验通过合理的布阵，让枪兵发挥出它的威力吧。在这里进行布阵操作，把枪兵布置到这里吧。布阵完毕，
是时候检验它的效果了。您准备好开启新的旅途了吗？女王陛下，船只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出发。我们已经逗留太久了，王国的人民在等待着我，想着埃拉西。终于可以去新的大陆了，女王万岁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拯救埃拉西亚，我手中的利剑会带领你们扫荡前进的道路。将士们，出发！我们已经成功登陆了埃拉西亚的南部海岸，女王陛下。海岸附近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。终于回到埃拉西亚了，我要把埃拉西亚的子民从邪恶的军队已整装待备。女王陛下，请继续前进吧。军队已整装待备，继续前进。我们去看看敌人的布阵。知己知可以利用骑士的突击能力攻击敌人后排。如果正前方没有敌人，准备作战。发现一座残破的建筑，也许里面有是一座魔法圣殿，也许我们能在里面找到些什么。一只凤凰拦住了我们的去路。紧急战斗按钮，快把它赶走吧。进入魔法圣殿看一看吧。一张魔法卷轴，记载着古老的魔法。去试试新法术的威力吧。点击战斗按钮。关键的时刻，选中刚刚学习的法术，让冰雪降临在敌人头顶吧。让我来引领胜利。
Thank you.
为了埃拉西亚。Thank you.